好，欢迎来到专精科技。接下来由我带大家参观我们的工厂，有请。我们已经进入厂区了，映入在你眼前的这一栋大楼呢，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和办公区域。这里进入核大厅。欢迎来到发动机时刻。接下来进入车间喽。这里是剪板区，板材剪成特定的尺寸，清洗后烘干，进入涂布区。涂布后进入隧道烤炉，再到曝光车间，精密曝光后进入显影工序。客户的产品已经在板材上喽。剪板后进入蚀刻工序，要的留下，不要的已经被蚀刻掉了。蚀刻后进入褪墨工序，将油墨褪去，露出不锈钢本色。产品进入全剪阶段，不同产品不同工艺，铜镜蚀刻后续可以做冲压、焊接、喷油等不锈钢表面处理，再进行打包出货。你在加工机来找我哟。